在这个首航仪式的现场看到，这个气氛非常的热烈，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想要跟这个919合影。那么稍后呢，会有130名左右的旅客登上 C919来体验它的首航之旅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准备登机了。我的座位号是 42L， 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的座位怎么样，看看飞行体验有没有达到您的预期。啊，那我们看到这个客舱的它的一个布局呢是，8个公务舱和156个经济舱。那么我们这个过道它是有2.25米的高度，所以呢还是非常的宽敞的，走在这个里面还是不会感觉到这个局促。那这个行李箱呢，它是一个下拉式的行李箱，所以更加节省空间，也让这个机舱的环境感觉更加开阔。那么这个座位呢，座椅的设置呢是3+3，那这中间有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一个考量。就是中间的这个座椅它比两侧是要宽1.5厘米，所以这样会让坐在中间的旅客呢感觉比较舒适。
2个小时的飞行，我们现在已经平安抵达北京首都机场。那近130名旅客共同见证了这样的一个重要历史时刻。那么从今天开始呢，C919就正式投入到民航市场了。那么正常的航班运行呢，将首先直飞在上海到成都的航线当中。那么就也欢迎大家去和C919来一个亲密接触吧。